一个肉包，一个碗馒头。动作快点，周思彤。这个肉包叫人家专门叫人帮做的，你这个南瓜馒头、南瓜肉包好好吃，专门叫人家做的，所以这个又卫生。我叫人家来家里面做了，叫人家先表示，外面的不好吃是吧？比普通馒头还要好吃的。嗯，哎。动作快点，就是等下7:10啦。哎，要不可以换一个吗？换什么？换成这个。你不要拿手来摸，你很脏的。你摸过的东西，你自己要吃掉。好吃吗？今天中午都偷懒一下哦，在外面吃一下。喜不喜欢在外面吃？偶尔。好饿，看我了耶！哎，小熊，你看这些小孩狼吞虎咽的，这种时候，现在是12点多一点，啊？这个人是不是胖的不顾了？啊？什么？他周思彤狼吞虎咽，胖的不顾了。饿了也饿了。全部一扫光了，嗯，全部一扫光了。周思彤，你在干嘛？好了，准备吃饱回去了。再出来吃东西开不开心？啊？红领巾啊，你的红领巾，快点！散步。吃饱了。散步。散步。嗯，来。今天星期五了吧？啊，对呀。怎么办？凉拌吃鸡蛋，加点葱花更好。开不开心？不开心。王超雄，今天吃完饭晚饭你啊不是放学了？就直接回去了。是想直接回去还是做完作业回去？嗯，直接回去。啊？直接回去吧。直接回去了，跟妈妈说还是跟你哥哥说啊？是吧？跟妈妈说是吧？明天早上你们两个起来的话，就去那个吃那个粉，吃那个粉。我12点就起来了，不，我一般睡觉。不给这样子。阿姨，我一般睡到十。我不给起吃，12点起来，最多8点我再叫你起来吃早餐。8点。你的肯定。我从手上拿着红色的东西，它都是拿那种那种。不要拍我小熊，我从手上拿着红色的东西。你放屁。我就是。我也吃得很，我也吃得很饱啊。阿姨，你看很圆呐，哎呀，把我熊劈得那么黑。这头牛真的是这头非常牛，周牛牛，周牛牛。怎么了？哎，不要跟这样关家门口。那你不做作业吗？只有15分的时间吗？你赶快做吗？你们两个没有是吧？谁开门呀？把我熊劈得那么黑。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瞧过了吧？这多少作业？在这一点。哦，那还有做完了睡午觉。你再充电一下自己。哦，我还有100个作业写完了。你说你不用读书吗？太饱了，等一下。就因为饱你才要读，懂吗？读10分钟。听见吗？
什么你居然偷看我的椅子？走走走，坐快点，等一点钟要睡觉了，睡午觉了。性格有很大的关系，正是因为性格温和，他。